大家好，欢迎上科技库。那我之前分享过一个拍照片就能够算出小学数学题答案的一个小程序，那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那我也知道很多学生党关注的科技库，所以呢，今天再来分享一个更厉害的小程序。那这个小程序呢，它叫做小猿搜题。那为什么说它更厉害呢？因为呢，它可以算出更复杂题目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进入小程序，在这里点击拍照搜题，把题目拍下来之后，然后框选题目区，确定就可以了。当然呢，你也可以点击相册搜索你预先拍好的题目。不过对答案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确定照片上的题目内容与搜出来的题目是否一致。可以看到，一道非常复杂的数学题都搜出来了，而且呢，它不仅仅只搜数学题目，像语文啊、英语啊，都是可以搜出来的。那不管是家长检查孩子的作业，还是学生党用来辅助学习，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实用的。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程序，叫做脱发秀秀。好，我们打开这个小程序，点击开始脱发。然后呢，选择一张你要脱发的照片，点击保存上传。然后呢，这里可以选择适合你的秃头。好，我们可以看到，觉得每一张都好适合。怎么突然觉得秃头还挺好看的呢？好，选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保存相片，保存到手机，也可以点击污染好友，分享给自己的好友。那不管是用来自黑还是用来恶搞朋友，我都觉得挺有趣的。那赶紧去看一下自己的秃头长什么样子吧。最后，是不是觉得自己手机的声音越用越小呢？那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科技湖，回复音波，点击播放完之后呢，你的手机声音就变大了。那别问我为什么，这就是黑科技的力量。